断吧。全国最大的炼金术手游下线了，200多位可召唤的英灵认真自己选择，战士、法师、圣骑士，想转职哪个转哪个。请问你喜欢怎样的位置呢？我的战力强，血也多，所以会先冲过去当。血多什么？虽然我们重新请你做一个有大家熟悉元素的宣传动画，但你也不能让人以为一直看名片呐、啊。哦，最受不了现在草莓族客户了，抗压性这么差。我听到了，我们要动漫一点，热闹一点，请给大家一个走向未知、道路航向、盛大冒险的感觉吧。早说嘛。洛基是个在班上经常被欺负的小男孩。老师，洛基又考零分了。笨蛋洛基。慢着，我的设定不是国王的儿子吗？没错，你是上一代罗影忍者的儿子，身上封印有尾兽之力，所以被欺负。好，我要成为罗影。好，我后悔了。有一天，有个猫型机器人从未来过来找他。你好，我是阿加莎梦。每次洛基有危险的时候，阿加莎梦就会用炼金术帮助他。召唤雷公，使用4万发伏特。回家救。鬼太郎吧。有一次，洛基的好兄弟火拳迪欧斯被海军抓去处死刑，阿加莎梦也用了炼金术把迪欧斯救回来。这么简单哦。可是好景不长，一次两兄弟吵架，两人误杀了阿加莎梦。于是洛基为了复活阿加莎梦，前往未知的道路，寻找可以实现任何愿望的7颗英灵。找齐就可以召唤出许愿龙队吧？不，要先杀掉其他6颗英灵，然后召唤出圣杯。慢着，这个设定我有点混乱了。最后，在死神笔记本和阿加莎走人的帮助之下，洛基终于……等一下啦！你把当妈妈既视感的剧情到底是？你要求的未知道路、圣诞冒险角色故事啊？这不是道路，是盗版，不是冒险角色，是冒牌角色啊！